啊，大家好，修饰机找一个没毛病啊，这是一个同城送修的一台 vivo X27， 它这个看整个手机都弯了啊，变形弯掉了，那屏幕都翘起来了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但是屏幕还能正常使用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们就说这个 vivo 的质量怎么样就行了。但它这个手机是换后壳的啊，后盖的，换后盖，但这个后盖换下来就风险就很大了，还得把框扳正，要不然后盖放不进上去啊。是你们会承担这个换一个后壳几十块钱，承担几百块钱的风险吗？啊，这个够幸运的。像客户说这个车被车压了，被车都没压坏的啊，vivo还是不错的，值得啊，双击加关注，感谢支持。